有一种美丽不可抗拒，有一种诱惑让人陶醉。台湾好滋味，让你开心又开胃，让你开心又开胃。螃蟹虾子加扇贝，蘑菇豆腐炖牛尾，台湾桃条个台湾味，各种小吃香甜美味又不贵。看到主持介绍吞口水，见到大师做菜就开胃。学做爱心菜给宝贝，两个美女来 PK， 来 PK。 有一种美丽不可抗拒，有一种诱惑让人陶醉。台湾好滋味，让你开心又开胃，让你开心又开胃。螃蟹虾子加扇贝，蘑菇豆腐炖牛尾，台湾桃条个台湾味，各种小吃香甜美味又不贵。看到主持介绍吞口水，见到大师做菜就开胃。学做爱心菜给宝贝，两个美女来 PK， 来 PK。 啊兰姐吼，啊你真无闲啊，啊做完电台忙电视，啊节目由你主持更入味了。街上美食全是好滋味，有一种美丽不可抗拒，有一种诱惑让人陶醉。台湾好滋味，让你开心又开胃。